我高贵的萧素，我乃药环这个灵灵，杀行鬼影红。就算我比金顺求金再求，要杀侠心中平地无苦用。哼，等我告敌帝尊，让帝尊来修行你以及耍魔术，看你还能抢攻多久。快离开吧，用红武器不下一力之中小银都赢。这个梁红武器这么简单就让我走，真正怕帝鬼来抬。耍魔术回归这头魔丁布丁，如果他再回来将梁红武器夺走，我这个功劳不就没了。再试一试。哼，但帝尊来休息你吧。一路只要单够苏迪回来。哈哈哈哈，你单别丢了高贵的小子，你做了的恩机早已本魔牙识破，杀行鬼影红，杀行鬼影红。无情的招式，一招接过一招，摧残着梁红武器，杀行鬼影。你真是人命，三招拢怕你白死。哇，可惜，无极足秀。我管你的左手也正手，反正拍到让你断脚断手，杀行鬼影。灭！火烈平庸，一代新将应该守护者，将也不知多下路。将也将你休息了。你真正死了吗？出言高骨灰熊，如果不死，别谈起反击，那就麻烦了。虽然带我回去功劳更大，但你反背帝尊，回去嘛是被处死，不如直接拍死，再将尸体带回。反正嘛是要解开咒链，才能将人带回。回去直接等伊死机，万一是生是死，杀行鬼人，滚！终于断掉这个肌肉，九灵尊灵，九色莲花，滚！九红武艺，九灵尊灵，金果九莲，瞬间崩断。第六天，回心回佛回圣人，大兵回发随本性，千术魔炉行凶心。屁，真正太卑鄙了！看迄个气势，迄拍落阮无命的，哼，紧算啊！躲得真紧，